亲姐姐和阿姨们，晚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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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们哟！一些阿姨和姐姐有没有一场直播都没落下的？有没有？应该很少吧？有没有一场直播都没有落下的？就是每一次直播都在看，然后每一次直播都是看很久的，有没有？有的扣一，我看一下呢。哇，这直播间好多人呀，马上70000人了，家人们，马上70000人了，这么多人呀，谢谢！天哪，我原来有这么多爱我的一些姐姐和阿姨们，谢谢啊，感谢，真的，心存感激，不忘初心，加倍努力，以后你来我的家乡，我请你吃我们少数民族的烤乳猪、土鸡，直接请你吃，来我家吃吉林汉堡，我请你吃，家人们行不行？这么多呀！天哪，原来有这么多爱我的一些姐姐和阿姨们，爱你们，真的爱你们，爱你们，谢谢，感谢我的，希望你们天天开心。我直播的话，我也不会什么节目呀，我也不会做什么节目，或者说花枝招展的，我就是有什么说什么，就像你们和我的家人一样，我就当面的和你们聊天。就是和你们聊天，什么都可以聊，只要你们想听什么，什么都可以聊。然后到时候，哇，那我以后结婚可不可以穿运动鞋呀？好像结婚的时候不能穿运动鞋，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穿高跟鞋了，对吧？哇，晚上好，家人们。好多人呀，谢谢吉林热心，我希望谢谢，感谢一些姐姐和一些阿姨，谢谢一些哥哥，然后希望看我的直播能够给你们带来开心，你们也不用送礼物，然后明天年货节的话，你们看你们有需要什么的，你们就去拍，如果不需要不要因为我去拍东西啊，反正就是吃的用的，因为年货嘛，你们在外面超市里面可以买一瓶蓝月亮，你们可能要几十块钱，对不对？然后明天那个老板来的话，他来直播间，我们不仅让家人们看到一线品牌，然后的话也是就是相当于在外面你们买一盒，我们在直播间我让那个老板全是一线品牌，就是两瓶这样的，知道吗？所以的话，家人们你们就是不要因为喜欢我。就是很买很多很多的囤着，你们就看你们年货，你们需要什么，就是这个是你们自己去选啊，就是需要什么就可以拍。谢谢家人们啊，感谢家人们的喜欢和支持，谢谢。这嫂子，这个是小花签。哇，还有小仙子的。哦，这样啊，家人们，你们听过那个吗？我你们听过这个东西没有？我给你们说一下啊，这个可好吃了，家人们，我给你们看一下，你们想不想知道明天有什么东西？你们想不想知道？吉年你好，吉年你好，那个东西好久啊？好久。生的这个？还好。还好久？那个不提价了哦。不是三十多也不得好久吗？反正就还一个，又过了，这一过，这样啊，家人们，你们想不想知道明天有什么东西？想的我可以，想的我可以就是给你们偷偷的给你们看，偷偷的给你们看，想呀，你好可爱呀。今天旁边是什么？他们刚刚请我吃东西，因为他们在加班，然后公司里面大家都是一起吃的。想呀，想的话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啊，家人们。就是明天有什么东西，想的话给你们看。这么回事？哎，这还有谁个？算了，我不敢看了。没有，怎么回事呀？想看呀。去哪里了？
你们知道有一个东西不嘛？就是那个想呀，能去拿吗？吉林，你今天好，你们不要骗我啊！你们说我今天好漂亮是真的呀？不要骗我哟！我是会相信你们的。这个衣服，你们给我勇气，你们说穿着好看的话，以后我就穿了。叶总给我买，我只穿过一次。叶总去干嘛了？叶总在那里。想，我都不敢过。这样吧，待会儿叶总来了，我问一下，因为一些，我怕给你们看了，你们就叫吴京晚上上了，这真不敢上呀。牙膏这样子啊，牙膏。明天他不上，问一下今天能不能上啊？悄悄的给你们，哎，算了。因为是明天年货节的东西，家人们。明天吧，我尽量的争取，我待会儿给叶总说一声，叫他给那个老板说一声，行不行，家人们？吉年，你是藏族的吗？我不是藏族的，我的名字是四个字，我叫吉年延新，然后我是彝族，我的姓是吉年，延新是我的名，小名我叫星星，然后直播间一些姐姐和阿姨们有的喜欢叫我小吉年，如果你们也可以，就是比较亲的家人们都喜欢叫我星星，你们想叫我什么，只要你们开心就好。哎呀！太会说话了，这些一些姐姐和阿姨们真的太会说了吧，太会说了，太会说了，谢谢，感谢。你明天挨着上吧，明天橙色的包包上不了，家人们，橙色的包包叶总是必须要让它便宜10块，要不你就在，比如说你在外面一线品牌，我给你们透露一个，你们一直心心念念想要的水星加法。这个品牌明天他老板要来我们直播间，你们一直心心念念家人们都想要的水星家纺，还有那个很多，我不敢说太多了，那个老板他们只会上一次，如果你们明天空的话，你们就家人们就自己那个，行李箱有吗？真没有，这个我可以发誓，上一次上了一次，老板就不让我上了，因为没有送这个化妆箱的，然后那个老板是没有送化妆箱的，叶总自己买了化妆箱单独给你们发快递，所以品牌方可能就觉得他不想这样，知道吗？吉年没听清楚你是什么民族，哥哥姐姐们，一些叔叔和阿姨，还有一些哥哥和姐姐，我跟你们说，我是彝族。有白酒红酒吗？好像有红酒。然后会。欢迎直播间的家人们，晚上好，晚上好。你要换一个发型，绞肉机有吗？有一个很好的绞肉机，还请了一个很牛的，应该你们都听说过，一个厂长，卖锅卖了30多年，几十年的。他是非常非常忙的，我们请了他4、5次，这一次年货节他才来的。还有他们那些很多你们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明天晚上好，家人们，今年怎么预约呀？我跟你们说啊，那我把这个等一下，我把这个弹出来吧。来，这个右你们可以点开头像，然后点下面有个预约是1月15号，然后现在也可以弹出来了。你的衣服是什么品牌？不是什么品牌。
来，我给你拿了一个东西。什么东西？你有点迟了，你吃点东西。念我走。念我走。这个太补了吧？怎么了？你吃一点吧。我晚上吃这个太补了吧。哎呀，没事，你消个一。这个可好吃了。好吃。好吃吗？家人们，我怕今天饿肚子啊，我给他拿了一点东西吃，好吃的好东西过来，燕窝粥，这个东西女孩子吃了特别好，美容养颜的。你要，哎呀，你今天你都这么美了，你再美下去我都有压力了，怎么办？不是这个很多，嗯，里边全是燕窝，你们看到没有？黑米的，浮了一层燕窝和黑米。金石不同，已经从大山里的姑娘变成一个老板娘了。我也觉得哈、啊，今天现在有没有老板娘的气质啊？家人们，你们说，明天上吗？他们是问明天上不上？今天？嗯。他们问你明天上不上？好好吃呀。好吃呀，我尝一个。嗯、对他们说这个吃了女孩子吃的特别补哈、啊，我尝一下呢，我尝一个，你让我尝一口。对他可有肉眼可见的燕窝，你们看。还浮在上边的，肉眼可见的燕窝哈，你看黑黑黑的那个就是燕窝，因为它透明的，显出来就黑黑的。我尝一下，哇，好吃呀！真好吃。任何大一口，什么油呀？什么油？油是什么意思？我的，哎，他们说是什么油啊？我也不知道。哎，刚刚我问啥了，家人们？你们说油。他们问你有没有老板娘的气质？没有没有没有，家人们真的没有。有，谁说没有的？你快，你多吃一点，我还要去忙。我先吃两口，我加个。燕窝粥多少斤？家人们，这个你们想要呀？这个很火的，这个你们在网上都可以买到。这罐子好。嗯。特别精致。每天早上都可以吃一杯，如果你们想要的话，那个牙膏。这样吧，牙膏我知道了。好不好？今天我今这个真的可好吃了，你就吃一口，你都吃了差不多了。啊，真好吃！我再吃一口来，我都不知道这么好吃。这么多人说有啊！天呀、啊，我也觉得今天它真的越来越像了啊！但是这个肯定会随着时间，今天它会从像变成它就是，对不对？现在是今天哇，好像老板娘的。现在是像，但以后他就是从像会变成今天就是老板娘，对不对？不是说像了，就他本来就是。你吃这么大一口，你是饿了吗？真的好吃。我不是饿了，我们才吃过没吃饭没多久，真的好吃是。有，明天会卖吗？家人们觉得这个燕窝粥，说实话，燕窝大家都知道不便宜啊。他们问你明天卖不卖，明天咱们分不分钱的？好多人想要呀。拉杆。甜的吗？不甜。不甜，全是。就是不甜。粮食呢？它里边全是，哎，黑米。我不喜欢吃甜的。然后，哎，红豆，还有就是燕窝。黑米红豆燕窝，我看它配料表是啥。哇，燕窝添加量200，你们看这个添加量有多少？太多了哈。真的好吃。真的好吃。我本身就喜欢吃黑米。它的这个黑米燕窝，还有就是它的这个红豆是占了50%的，我看到了哈，家人们你们自己看。不甜，一点都不甜。它因为里边加了没加什么糖。来，你试。他们说外边卖多少钱？我看一下，几十块钱一碗呀。叶太太，我们家叫叶太太。明天有吗？上车。真的上不了车，家人们，这个现在上不了车。明天，这样子，你们想吃这个燕窝粥的，你们家人们打个想吃，我们看一下，如人多的话，明天开播，但是只1分钟。这个因为燕窝粥比较少，我
我说实话，八万人，天哪！家人们，我们现在直播间八万多人了，硬模都很少。如果大家明天开播一分钟或者两分钟的时间，明天开播就上这个呀？哇，我的天！本来这个是因为这个。家人们，我说实话，我怕你们不够抢，因为燕窝粥比较少，因为它这个我都想吃真的啊，你看特别精致哈，这外边都是这个材质都是很好的哈，这个陈燕窝的都很高级，而且不甜，每天早上吃一碗，哇，太香了！你别，咱们直播家人们都流口水了，你在那儿吃，你吃的他们都流口水了，想吃？我以后每天。我觉得这个既把早餐解决了，又把美容小脸蛋的问题解决了，哇，真的太好了，而且又好吃，我现在想吃，肚子饿了。这是燕窝粥哈，花椒的话大家想要的话我也可以帮你们看一下有没有紫米的，对，黑米啊。吃完了，我吃的完，我直接干完了啊！就今天剩了一点点，来，你吃啊！我问你，你吃吧。啊，我问你，你吃。不行，我就要问你。你吃，你必须吃。来嘛！现在上呀！完了！等他家人们，最后等几个小时行不行？明天早上10点钟，没点这个预约，赶紧点个预约哈。没点预约，赶紧点个预约，家人们，我帮你们再上一下预约。现在上不行，咱们上次就破例了啊！提前给你们上的那个牙膏，还有辣干香，我的天，直接抢得来，人家抢得来都亏了，真的抢亏啊！那个东西，你们想，家人们，你们买拍一个，上次抢一个辣干香，我要送一个化妆包。算了，家人们，理解一下好不好？因为上次我们就这样干，人家品牌方都找我们麻烦，人家都说咱们这样不行哈，因为本来说好15号的，咱们提前就把人家库存都搞没了，这个就咱们明天好不好？家人们，你们同意的打个同意，明天早上10点钟，大家准时准点，10点钟我就早一点给你们上，好吧？这真的好东西啊！明天在这里开播，对，明天在这里开播，家人们没点关注点个关注哈，没点预约赶紧点个预约，同意啊？对，因为我们也要尊重人家品牌方，人家很多这也是大品牌的燕窝粥，咱们也得尊重人家，对吧？对，我们尊重人家，人家别人来了才能上。我们上一次牙膏和行李箱那个事，现在别人都不要我们上了，人家直接说你们这样搞，真的完全就不按套路来哈，不按规则来，那怎么能行？一遇越一。谢谢家人们，真的好吃哈，大品牌的，我不知道大家买的是这之前你们有吃过的是不是这个品牌的，因为我们这次的是一个大品牌，吃过燕窝粥觉得好吃打个好吃，真好吃，又好吃又对身体好。这个不甜，很多人现在就喜欢吃不甜。对，不甜，但是特别香，黑米够香嘛，红豆够香嘛，再加上这个燕窝。好吃，没吃过没关系，明天大家抢到了就能吃到了，而且我告诉咱们直播家人们，我直接是连买带送的哈，燕窝粥我现在已经准备连买带送了哈，就是你们拍多少我都准备直接明天那个品牌方过来咱们直接砍他一刀，家人们你们知道我砍价的话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毕竟咱们还是平时在做很多生意，对不对？多多少少还是可以给大家全力一搏的哈，砍价这方面，但是我还得让吉年那个锻炼锻炼吉年哈，我们让吉年去砍价，对吧？家人们，你们愿不愿意陪吉年明天陪他一下？因为他很紧张，我说实话他很紧张，因为他今年他从小他在他们家乡在大山里边一个乡下的姑娘，她没有见过那么多什么企业的老板，也没见过那么多什么一线品牌，我觉得真的想让她也见见世面，想在今天多去认识这些，对吧？这种这各个品牌的哈，人家大品牌的人啊，认识的也是她自己的一个资源啊，相当于
愿意愿意，哇，今天，嗯，大家都说愿意陪伴你明天，谢谢，感谢直播间的姐姐和阿姨们，11点钟了，哇，我们明天要早起，明天还要10点钟啊，我明天穿什么衣服？我明天做什么造型？家人们，家人们陪到底啊，真的，谢谢，感谢直播间。爱我的姐姐和阿姨们，然后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我觉得真的要早一点休息，不能太晚了。好，那这个样子哈，家人们，大家也早点休息，因为明天也是，大家也很多人要早起，对不对？咱们不能砍价，因为明天你砍价，不行，我不敢砍。这个样子啊，我不能砍啊，为什么我不能砍？今天，我这样，咱们直播间呢，我们先商量好，明天有很多一线品牌。来到咱们这边，这个样子我们先商量好，你们说我砍还是吉连砍，大家打在公屏上，因为我肯定我愿意跟锻炼一下吉连，让他砍，我砍还是吉连砍？我太强势了，不行，家人们。哎呀，吉连，你要多锻炼锻炼。叶总，吉连，你不在我没有安全感。家人们，大家打个吉连啊，让他真的要锻炼一下。明天有巷子吗？你们真的如果想要，我真的帮大家争取一下，好不好？愿意愿意，我的，今天砍价还是我砍价？我看一下。都说叶总，完了完了，这个样子。叶总，我先让今天砍，好不好？今天砍了过后，我再说，我看他今天砍的到不到位，家人们，行不行？我们共同来陪看看这小姑娘。先，你别紧张了，今天，好不好？你先自己尝试着，如果我的话就实在不行，我就出手，好不好？你千万别紧张，一切都有我陪着你呢。还有咱们直播家人们愿意陪着你。明天什么都有，家人们，还有护肤的，什么都有。对，还有护肤的。叶总呀，家人们，你们真的是，你们把我到时候我去砍价去了，那你还吉年那个，他得锻炼一下呀，对不对？同时砍，对。先让吉年先来，女士优先嘛，对不对，小朋友？一起别人品牌方会讨厌我们的。说我们两个夫妻共一起上，不是怎么夫妻都来了呀？这样我说早了一点啊，对不对？就是说咱们，说我们这个什么呢？两个人要配合，真的，要好好的吉年，知道吧？吉年，对对对。那我们就早一点。吉年助兴呀，吉年在后边当啦啦队嘛，当助兴。可以的，我在后面跳舞，肯定不是这样子。好嘞，来咱们直播间吧，那大家早点休息哈，养精蓄锐，咱们明天见，好不好？明天早上10点钟，不见不散。没点预约，赶紧点个预约，左下角。没点预约，赶紧点个预约，家人们，左下角的预约，在主页上也可以预约。晚安，晚安，这里点个预约哟。晚安，家人们。家人们，晚安，拜拜。